妈呀，是不是又卡了？网络不好，快进十倍的感觉是不是巨搞笑？突然一下，本来是觉得还挺性感，突然一下变成搞笑的了。谁一晚上换衣服了？我就穿了一个外边套了一件衣服，你们不是想看制服吗？正好我有一个护士服。现在不卡了，小哥哥开始你的表演吧。一跳就卡，是不是花椒设置了呀？就是现在只要是跳舞的主播一跳得过于性感，他就让你卡。扮演一个副总就好了，那没问题呀，你给我刷个女神降临。不止心动，我现在就去换一套。天哪，没有，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像范冰冰，也没有人说我像林志玲。谢谢小爱，你不性感，我不性感。欢迎太凉。有延迟啊？有吗？是不是延迟很多呀？我感觉算了吧，还超过呢。对，退出去重新进可能会好一点。对呀，我深夜孤独寂寞冷，所以我就喜欢跳舞给你们看。你就是说你的意思，我开窗帘然后故意让外边的人看到，因为我寂寞空虚冷是吗？你怎么那么能想呢？那别人还他们就外边的人跟你们又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隔着一层玻璃看我，对不对？为什么你们就能看，他就外边的人就不能看呢？再说我并没有暴露倾向，我并不是说非得想让外边的人看我跳舞或者是怎么样，我只是把窗帘拉开是因为我跳舞的时候我的衣服跟这个窗帘已经撞色了，所以你们看得不够清楚。为了考虑到你们的直观感受，所以我才把窗帘拉开的，知道了吗？为你们考虑，怎么能把人想得那么猥琐呢？八背景，我喜欢。环球摄影啊，我等着你呢。对，都不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为什么不穿黑色衣服？我有黑色的衣服呀，可是我也不能天天穿那一件衣服，对不对？你们又得说，哎呀，这主播怎么天天不换衣服的呀？是我一个晚上为了跳一支舞，然后就换一套衣服。如果说你一晚上能给我刷很多礼物的话，我都可以的。毕竟我这是小本买卖，我一个晚上换太多衣服了，明天又得买新衣服了，没钱，穷。谢谢谎言中潜行，我现在不卡了吧？穿西装多少钱？我好像没有西装。哦，有，但是西装好看吗？我都没买卖，
不卡，就是一跳舞就卡，一不跳舞就好了。有毒。厉害厉害厉害，升级了。我手机没电自动关，不是，我电脑没有电自动关机了。长寿哥哥，你改这名字怎么弄啊？差点把你当黑衣粉，下次不认识你了。还需要时间适应，幸好在你跑骚之前把你痘给你弄完了，不然的话一会儿我的痘就没有保障了。改回来就好了，改不回来了。改这名字要过15天才能改回来，做生意比打工强多了。哎，那环球摄影我还等着你那个啥呢，25G可以随意改呀。孤独的流浪哥，这里来了一个孤独的搬砖人，还有孤傲小哥，咱们怎么这么多孤独的人？什么样的主播就有什么样的粉丝，一个孤独的主播带了一群孤独的铁粉。谢谢关注。直播就是孤单的人看，孤独的人看的，那可不一定。也许是有些人在自己无聊消磨时光的时候看的，并不是。好多人都已经有家庭了，有老婆有孩子了，在自己无聊，比如说出差的时候，老婆不在身边的时候看看。但是大部分是像我这样的单身狗。羞羞的问题，闭嘴，不要问。你咋那么好奇呢？你可以去问一下10万个为什么，也许上面有你的想要的答案。太凉，今晚上可能你就是榜一。